我始终在修身养性上下功夫。我始终在修身养性上下功夫。现在的孩子一定要文武双全。当年孔子讲得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人生有一大乐趣，那一大乐趣就是文即能武，武即能文。一个只能文的人不能武的人，往往可以看到他内在的固执；一个只能武的人不能文的人，你往往可以看到他外在的暴躁；一个自以为是的人，终究有一天会碰到更大的力量，让他无法自以为是，他会受不了的。一个固执的人，他有一天会碰到怎么样也突破不了的现象，哎，到时候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可是各位，这两样现象你在我身上都看到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文武合一，不让他有偏颇，所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稳定平衡是来自于什么。切菜的时候，手千万不能。独立还有规矩权，还有我学到要吃素，然后我学到了每天要多练平甩功。我刚来小游侠夏令营的时候觉得老师不好，可是呢
最后老师会照顾我，带我们出去运动，然后会教导我。还有我在这边玩的，我觉得最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去跟别人不开心的时候，老师会帮我解决问题。会与细菌作用产生牛黄素，或因太阳好，那我们往那边看哈。那边有一个山丘，这样斜的上去，那个最顶最上面也有一个碉堡。等一下，他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有没有？呀！来，好，如果被淘汰就出去了啊。刚刚小朋友啊，他小师兄他跟我讲说，妈妈，我连苦瓜都吃了耶，因为他在家里苦瓜是从来不吃的，他今天很高兴的跟我分享，我觉得哇，实在太棒了，好，谢谢这个营队带给他的改变。从这个活动当中，我想我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成长跟进步，那让他们真正的有具备哦，面对未来跟去发现真理的这个能力，谢谢。我觉得文怡来这里哈，变得更有自信了。然后我觉得说他长大很多，第一他会照顾比他年纪还小的小朋友，包括在家里也会很会照顾他的弟弟，然后比较不会争吵。第二，我觉得说他很会帮忙一些家务，然后洗碗，然后甚至帮妈妈切菜，我觉得都进步很多。然后第三，我觉得说他比较有自信，这是我觉得说他进步最多的地方，不会再畏畏缩缩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兄师姐，谢谢。体魄可以被俘虏，我们的志气不可夺，追求真理有见识，一味的享受不理想，意志不坚强，智慧不发达，意志不坚强，智慧不发达，大雁的羽毛还未丰，凌云的志向成长风。发音不单你害怕。